替我兄弟跟你道歉。你们是该道歉，我有同学，但又如何？有些事情永远不必。你们想开真是太好了。决定要去跟貂蝉告白。好啊，有乌云呢啊！莫非是有凶兆？哇，果真是凶兆！要让大家了解我，我有一个很好的办法，我要竞选学生会会长。啊！这世界很酷。